我要数数哦。好吧，那我数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刚刚想讲，咱伫咧遮，应该是无人知咱伫咧遮，可能是拢唔对人啊。我去看者。哎呀，莫怪伊啦，咱来这边有一堆我要开始，我规组有人照料咧。俊男，我是阿芳。 锁匙在家，用这个锁匙，你就把将门拍开啊！你先回去，是我才约锁回你。 门锁起来啊！文丽，你是伫外边？林生好啊！啊，唔讲你的衫拢脱伫外口呢，我真正就惊你等一下出来无洗你的感冒。你把门锁外口啊！开门啊！ 我看你世间遐尔欢喜，哪会继续说啊？死到天荒地老，死到脱皮，死到烂在里面。方林哪会知咱伫个遮？伊是工作咱两个啊。你应该真怀念政治人的滋味哦。 既然你算得遐尔欢喜，那安尼就好人做甲底，帮你找几个观众，替你助兴，帮你搁较嗨。一阵啊，盛源要来啊，我想应该真有兴趣。古早时阵，若是掠着奸夫淫妇，要安怎西门风，要安怎处理？卖到胡小田看卖，伊外公甲阿嬷是要安怎示范，即款古早仪式。 寓教于乐嘛，文丽，你开门啊！你把这小炮给开啊！别着急，等伊来我就开门啊。妈咪，妈咪，你给我来家，开门啊！你把手给我炮给开。
这是为马来西亚。阿公，我今天我是伊的，真正看不出来呢。伊穿这款衫，真正是外表高冷，内在闷骚。雨言啊，你要看我清楚，你妈穿什么款 size 哦？汉若无等下被我唔着，伊就无通穿啊。小点点，跟你的外公阿妈打招呼啊。爹地，妈，你伫个遮创啥？你可会记得无？你讲这间酒店停电的时阵，发生的代志啊？停电是发不出来啊！你今麦讲这个从啥？你讲哦，你伫我耳旁边讲出一句咱上熟悉的话啊！你敢不知我听到的时阵？整个心脏都要疼起呢！我本来听准讲，我最爱的那个人已经过身了，想不到那个人竟然还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身躯边。我真的感觉很激动，很感激的。是啊，别怕。别怕啦，有你在的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要去那门卡靠。
老婆，但是你一定要来。你咧，你来来这，跟什么人约见面？我约客户在这见面啊。客户。你是我。阿信，阿信。东西在里面了。爸，你要叔叔啊？我被听话哦。好吧，那我数了，一、二、三。七，今天你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那呢，你就要较乖啊。乖？嗯，我才不要乖呢，我要坏。袂用的啦，今日的规则就是吼。我说你今天可以偷开，才可以偷开。啊，嗯，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听我也不叫乖。你故意的哦，讨厌！我好痒哦，是羽毛、哦。真是的，不要这样子弄人家了啦，痒呢。等待哦，才有期待啦。我爱你算到一百，期待哦，就有一个 surprise。啊，烦人家叔叔哦。无必听话哦。好吧，那我数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知啊，你有外想啊。光头白面，唔惊歹势。
你爸爸看呢？哦，这营养水吼，替你清新一下，让你排运气好运来。好，真的，我先替你喷酒精。啊，你等一下，若是要抱拳拳，一定要去洗手，知影无？啊，上好是把你规身躯的衫拢换掉。喂 ，Congratulations， 欢迎出关。多谢你。我有准备了一部要庆祝你平安隔离出来，你来睇。你伫楼卡？我是不是做有心的？这运到楼卡，那部客我特别去你。在后边，你家己去睇。我做修理的。我妈还佮亚芳全全佮伫喺楼顶，今麦无适合啊。你跟他要紧，那我们够外感受啊。那呢？你敢蛮够外感受？哎呦，这是刚无看到你，都想你呢。今麦真正袂用的，拜托你。我想你嘛，无我想的这么爱我嘛。好好好，真少你啊，你无烦。我陪你，不过袂用伤久。我知啊，你有外想啊。讲在楼卡，你哪会无看人？爱干唔是莫妮卡的车？头白的，唔惊歹势。敢毋是我目睭严重，看唔到去？那有可能我家己的后生，我会认唔到的。等，我手机啊，定位。你要做？我想要去做眼皮，做咩红的啊？别闹啊，红哥！红哥，来，激死啊啦！来，红哥！像讲咱伫咧遮，应该是无人知影咱伫咧遮，可能是拢唔重要啊。我去看者。哎呀，卖怪伊啦！咱来这边，这对我要开始，我规组有人交了来。俊南，我是亚芳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你直接冲下啦！你毛大好不好？面包给你出来啊！你怕什么呐？当然不用信你，只要我卖开门，伊无当场抓到，我都会坚持。我跟你无关系。这题叫做送分题，房间真小，你家己找。啊，我给你提示。
妈，什么代志你卖着急，豆豆讲啦。啊，全全都唔知影安怎转来，关咧房间内底拢唔爱讲话，啊，唔爱食物件，我甲发规包拢唔爱甲我用，啊，真正唔知影到底是安怎，你去转来看卖啦。当某你通叫我一声客母，算起来嘛是一家伙啊，你妈你要小心眼啦。来，全全。全全。你跟璇璇起来接我电话。我就一直加油，伊都拢无爱搞我，你紧转来就对啊啦。好，我即马就转去，啊，不过你要替我注意伊哦，好。庄正啊，我知影你伫内底。我今日无拆破咱阿母的情分，是为着全全，嘛是给你机会，好好啊考虑。你家己想较清楚。你刚知影，拄则你打电话给我的时阵，我咧创啥？我哪知？啊！你唔是去看医生？无人会当抓到遐尔准。我若是约了无唔对，是正南爱你敲电话叫我转来。无啊，哪有？妈，你敢知影你大概讲白茶的时阵，你的声音拢会变干呢？你若是知影正南做唔对代志，你应该是爱劝伊还头，唔是替伊安康。正南是倒位做唔对代志哈，你嘛莫安尼误会正南，你嘛莫去找莫妮卡的麻烦，人伊即马当地甲正南斗三工呢，你敢有才调？你若无才调，你就莫耽误正南的前途。我讲到这尔白，你家己好好想清楚。